拉杜继续去要，这球被截断了。正面啊，有点太忽视林志杰的防守了，太想把球调给拉杜啊。每一次进攻要从拉杜这儿做一个中转，做一个轴。那现在呢，对于广厦这边来说，只需要把传球路线截断，反击好球，还是给到吴冠希打胡金秋。这一球赵岩浩上来做夹击，直接把球刀掉，前场的快攻有没有机会给到胡金秋？好球。林志杰突伊利，这边造成了伊利的犯规，加罚中，博洛要球，把李元宇换上来，他来到26分，又是正面的抢断，给球苏日，好球，再打2+1。肯尼亚到现在呢，这个产生的信心啊没有了。博森再交博洛传底角空位的机会，林志杰给回博洛，3分9，好球啊！苏明辉再给林志杰，好球。